到周五晚间八点钟的《就是娱乐就是要健康》，我是怡佩。今天赶快来介绍两位要来 PK 我们亲子料理的来宾，两位都是妈妈，而且听说都做了一手好菜。介绍明姐，是有点心虚是吧？他笑我，他是笑我，他绝对不会笑他自己。我不心虚，我只是觉得你怎么敢啊？哎，所以你现在觉得你已经赢了吗？这意思就是你就赢了吗？没有，今天我也不行，我今天不会太用力做菜了。不是，为什么？我平常已经很 freestyle 了，我今天会更 free 一点。哦 ，Vicky 姐，但是 Vicky 姐上次输啦。上次是因为太用力了，太用力了，是不是？今天放轻松一点。对，但是我不懂哎，因为我觉得刚刚 Vicky 姐笑让我有点。就觉得有点想不透，没有，因为这位可是火锅店的老板娘，好吗？所以她只会煮锅啊。你说对，这她才了解我，就是把所有的料都丢到那个汤里面打招呼。所以我其实最会的就是，哎，我要拿个这里这里。我其实最会的就是熬汤。可是我一直觉得你开火锅店应该对于料理是对菜知道，可是你真的要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我只会做火锅。其他的要想一想，这我真的是看错你了哎。对，真的，因为我想说今天应该是你们两个有得拼，就没想到他是不太会做菜的。有得拼，你太侮辱我，侮辱你吗？对不起，对不起，居然说侮辱他，等一下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好，不过呢，这个营养的部分当然交给我们营养师来把关，欢迎刘依霖营养师。Hello， 大家好。不过我很好奇，因为你应该是不是有跟那个谁May，大家是不是有一起去做学做菜？有吗？有，我有听他说过，没错没错，我一直以为没有，我去学做菜纯粹就是贵妇学做菜那种，就是做一做。我老公说你去学做菜，我回来没看你煮做过，也没煮过啊，没有。他就是打发时间交朋友，对，去聊天的。因为我是听May他们开的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团啊，都请那种很帅的厨师，对，然后又品白酒，喝红酒，所以你知道吗？每次分组我都跟那个帅哥一组，都跟我们厨师。所以你们其实是去吃厨师，不是去做菜，莫名其妙嘛。所以你不会做料理？我不是那么会，真的不是那么会，真的。我最厉害的就是泡面跟水饺。哦，对对对对对，难怪我刚刚看到 Vicky 姐在化妆间的时候都没有要对食材，在那边喝咖啡，就放很松嘛。对，所以你今天应该就胸有成竹了。如果你今天太输，就太不应该，我们都派这么弱了给你了。但是我也想要给我的好姐姐一个面子。哇，你好会给自己楼梯下，真下楼梯。毕竟我的二女儿在她手上，所以我要对她好。对，她二女儿住在我们家，她来养我女儿。有的时候，譬如说像在假日的时候，她女儿没有回台北，她跟我女儿两个会煮菜给我们吃。哦，对，我女儿很会煮哦，她女儿会煮，下次可以那个，对，下次我女儿跟她女儿来 PK， 来 PK， 因为她最拿手的是那个哪个炒年糕。你说韩国 tteokbokki 吗？对，哎，那个没有很简单呢，要煮的好吃没很简单。他很厉害，哎，那珍妮姐你来干嘛？你发你女儿来就好了。对，我是说我女儿跟她女儿两个都很可以 PK， 下次两个可以来 PK。而且听说珍妮姐，你不要看她长得这么高哦，她听说很挑食哎。我挑食是因为没办法，我本来就挑食。那可是我就已经长这么高，所以我已经 OK 了。其实真的挑食是我家那个儿子，我儿子才小二，对，七岁，对，他已经52公斤了。所以挑食还可以长得这么高，所以我告诉你，他不是他胖，不是因为他什么都吃，他挑食。好险他有挑食，所以他是只吃肉吧？吃肉吃饭。他是跟你学的啊，对，就是吃高热量的东西。他是挑着吃，不是偏食。对，他是挑他爱吃的。珍妮姐是不吃东西，她好像一天才吃一餐吧？对，一天才吃一餐。你一天吃一餐？你平常有参加饥饿三十活动吗？是没有啦，因为我起床的时候就已经下午了，对，就差不多准备吃晚餐啦。那你挑食是挑什么？什么？我就不太吃绿色的蔬菜。我不太爱吃绿色蔬菜，火锅店那不懂。哎，火锅店没有一定要煮绿色的蔬菜，我们就是要煮绿色蔬菜当阿啊，大陆妹啊。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是看季节的，大部分的话都还是高丽菜，哦是白色的菜，对白菜，高丽菜，所以那个我吃，可是绿色的我就不太吃。对，但听说你女儿就不挑食，我女儿不挑食，因为我女儿就是跟她爸爸一样，就是什么蔬果啊、蔬菜、水果她都吃。那我儿子就跟我一样，所以有时候出去的时候，譬如说他爸叫我儿子说，哎。你这个菜要吃，然后我姐就先看，哦，
什么妈咪不用吃？我就说为什么妈咪不用吃，我就要吃。我说因为我已经长大了，等你长得像我一样大的时候，你也可以不用吃，所以你现在要吃。哪有这种妈妈？不管了，因为我不爱他，吃然后小孩要吃，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那你老公会不会煮啊？我老公会，会。熙仁哥非常会煮，对，所以我不需要会啊。又会旅游，又会煮，而且他是煮大菜的那种，就是煮年菜的那种。我们家年菜都我老公煮，对，所以我就不需要太厉害了。对。那那个嘞 ，Vicky 姐嘞，那接下来要过年，你自己做年菜吗？没有没有，我们已经选择最便利的方式，就是叫外卖，对，在外面餐厅，在外面餐厅叫外卖。对，因为现在那种什么很多那种外带的什么，还是温的，温的，就当天去拿都是非常方便。这是真的不要太累了，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对，小孩那么多，照顾小孩都来不及了。对，没错，好。当然，今天呢，我以为本来以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没想到这样看起来 ，Vicky 姐的赢面很大。但是要做菜之前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选食材是紫菜。但是最近网络啊有流传，如果说你发生心肌梗塞，网络上有流传一个文章，他就说你就是必须要咳嗽，然后捶胸，迫使你的心脏血液继续的流通，当作急救。但是这个方式真的有效吗？来听听专家怎么说。救护车急送病人到医院，天气温差变大，心肌梗塞患者大增。若是突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冒冷汗、头晕等症状，可得小心，恐怕是前兆。该如何保命？不少人一头雾水。破解网络谣言流传，只要把握黄金十秒，用力咳嗽就能提高胸内压，增加血压。但医师指出，拼命咳嗽也是很大的运动量，恐增加心脏负担。网络上流传出现心肌梗塞的时候躺平或者重击胸口，这些可都是错误的急救方法。心肌梗塞是血管堵塞，但只是躺平不动并不能有效缓解。常见的大力捶胸，还没恢复心跳前，恐怕就先断了肋骨。经过研究，胸前重击最多只能提供20焦耳的能量，而临床上我们要电击，把这个不正常的心跳要调回来正常的心跳，至少要200焦耳。医师建议发病当下，患者可先服用止痛药阿司匹林，抑制血栓形成，把握心肺复苏的4分钟黄金时间，以及赶紧叫119送医。由于心肌梗塞不再是老人的专利，三高和有心脏病史的人都是高危险群，把握正确的急救方法，有效保命。哦，所以看完这个新闻是没效的，所以大家不要再仿效，因为是网络留言，而且真的是，他是说了要掌握4分钟哦，所以你一旦发生心肌梗塞，要请家人赶快打119，真的不要耽误就医的时间。不过提到心肌梗塞，因为刚新闻有讲，以前人家都会觉得是老人的专利，现在真的年龄有下降吗？而且很多都是，你会发现老人家如果心肌梗塞，有可能只是小中风，可能他就还是可以救得回来复健。对。可是年轻人因为仗着年轻，他会觉得说我可以再多撑一下。对。所以通常很多年轻人心肌梗塞都会上新闻，就是猝死。对、啊。对，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大家可能发生的那个问题就不太一样，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一块。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特选食材紫菜，有帮助于心肌梗塞吗？有哎，其实紫菜它是非常营养丰富的蔬菜类。对，那你吃紫菜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膳食纤维很高，还有就是呢，本身紫菜里面呢、啊，它富含铁质。如果说跟一般的蔬菜来比的话，通常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深色的蔬菜它铁质含量比较高，那不是每个深色的蔬菜铁质含量都比较高哦，真的吗？对，但是紫菜却确实是是，然后另外呢，紫菜里面呢、啊，它含有所谓的一个素食者，如果你如全素的人，有的人他可能连蛋啊奶他都不吃不喝的这一种，他可能吃全素的，那他长期下来的话，通常会有维生素 B12 的缺乏，那这种人其实我们建议可以吃紫菜，那通常可以吃大概3片左右的那种紫菜，包海苔的这一种，是，那当然鼓励是小朋友还是吃蛋奶素啦，但是如果吃全素的话，紫菜它可以补充维生素 B12，那这个 B12 只有在肉类里面才会有，动物性的那个食物里面才会有。好，那那个紫菜的话，因为很多人会分不清，因为我觉得紫菜海带其实感觉都是煮汤然后泡在那边的。对啊，啊我怎么分啊？紫菜跟海带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它感觉它们是同一类的。对啦，其实都是一样，都是蔬菜藻类的部分。对，但是因为啊，仔细如果说你吃它的时候，如果比较粘稠性比较高的，相对的这一类的食材，它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高的，比较勾勾的那种感觉。所以海带是比较，海苔呢？海苔也是属于那个藻类的，所以其实也可以啊。海苔跟紫菜不一样，
海苔是其实应该是紫菜啦，对，海苔是紫菜，对对对，那个海带是不一样的，对，哦，对对对，但是海带是会比较勾勾的吧？海带是比较勾的，对对，然后它吃起来是比较粘稠的，对，所以它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是比较高的，哦，对，所以如果要就营养成分来说，海带是比紫菜稍微高一点。如果是以预防中风是。可以选择海带，但是紫菜的部分其实刚提到它适合铁质，然后再来就是乳醛素的人，对，然后另外它的膳食纤维其实也蛮丰富的，而且它不用吃太多，它大概吃三片，它就可以达到大概一碗蔬菜的膳食纤维的量。了解，因为紫菜大家都会想到说啊就紫菜蛋花汤啊，对不对？你们两个今天不可以端。哎，尤其是珍妮姐，没有，你不可以端出紫菜蛋花汤哦。当然，哦，对对对，今天有备而来，好不好？真的假的？哪一个谁是谁的？真的真的。我想说，这个是手工菜，真的假的？他真的会做吗？我可是很认真。好，那我们就来看会做菜的 Vicky 姐，今天要用紫菜变出什么料理呢？叮叮，缤纷紫菜。哦，用芦笋。然后还有紫菜，对，这道我一看就想吃。但是呢，这个照片仅供参考。为什么？因为还是要看我实际的那个啊，就没办法做那么漂亮，就对了。不是，会更缤纷，更缤纷。因为你要跟他 PK， 你要放松一点。对，你今天就紫菜给他摆一摆，这样应该就赢了。没有，我这就是稍微先吓吓他。但是听说珍妮姐为了要上这集，虽然她不太会做菜，我可是在家也认真练了。你有演练对不对？当然一定要的啊，不然怎么来？不要是紫菜蛋花汤就好。来，什么料理嘞？发财竹笙卷，我超爱吃竹笙的。我也是，而且竹笙鸡汤好好喝，好好喝，没错。但是你还是竹笙鸡汤里面加紫菜就好了。当然不是这样，没有这么简单。嗯，但我觉得如果要比较起来，它这个好像比较搞纲哎。对，它这个比较搞纲，比较麻烦。所以我有在让啊，你看不出来吗？这样就叫做在让吗？哦。而且我告诉你哦，我都没有练习哦，我故意复杂一点啊，看起来好像比较困难。因为刚刚在外面，珍妮姐都在练习 ，Vicky 姐都在喝咖啡。对。好，我们今天的四位小小评审还有小帮手要来介绍一下，首先是 Owen、yeah. Eric、yeah. 欢迎乐乐、Ella、yeah. 欢迎乐乐、yeah. 哎呦，乐乐大家都好有精神，对啊，大家好像有吃东西都有吃饱哦。今天呢，四位就要当你们两个的小帮手。好，我其实已经不太相信这些孩子。好了好了，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好吗？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们的。重点是珍妮姐先请他们吃糖果，对，经验费用。究竟这一场比赛，我相信会是一场大战。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明星亲子料理 PK 赛。好，首先呢 ，Vicky 姐先来做，她要做的料理是缤纷紫菜，用的食材有哪些呢？我们来看看，有紫菜30克，黄椒1/2颗，红萝卜1/3颗，芦笋8根，哇，好精准的，要8根哦。高汤350cc， 盐1/3大匙，糖1/3大匙，香油1/3大匙，还有白胡椒粉2小匙，另外还要加一个它要绑东西的一个，有点像帕菜瓜的东西。对对对，它这个是一种瓜类，然后把它晒干的，然后所以用这个也是天然的食材。是没错。好，今天派了两位小帮手，一位帅哥，一位小美女，欧文跟乐乐。欧文，所以你现在要帮我拿的东西有什么呢？你记得吗？好，告诉你好了，紫菜，然后芦笋，还有黄椒，对，黄萝卜，红萝卜还好，拿3个就好了，好不好？紫菜、芦笋，还有黄椒哦，可以吗？你带乐乐妹妹一起去拿好不好？你们两个一起去 ，Go 去拿。好不好？紫菜、芦笋。还有黄椒哦，可以吗？你带乐乐妹妹一起去拿好不好？你们两个一起去。Go 去拿。到底能不能准确的拿我要的东西呢？有，厉害哦。紫菜在哪里？紫菜在哪里？耶！厉害耶！还有红萝卜，乐乐感觉很想帮忙。还有红萝卜，好。哎，有好那个，芦笋拿了，有拿了，上次拿了，好，推回来，你让乐乐推一下，你在后面保护他，好，一起拿，好，你在后面保护他，你在后面保护他哦，保护他，耶，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拿到了正确的，有没有？好厉害哦，对，这个是还没有泡过的，对，
然后这个是黄姜，耶，芦笋跟红萝卜都有咯。对，好，把车开回去停车，车子咧，谢谢你们的帮忙。那我们刚刚呢，他拿的东西都拿对了嘛？那其实我们这边的食材已经有就处理过了啦，该削皮的削皮了，该洗的就洗过了。对，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些，把它切成那个是，跟那个芦笋它，其实现在没丢不对时，哪一个不对时？就是芦笋、這個、哦，芦笋不对，有点，所以它现在有一点营养不良的感觉，有一点过小了。嗯。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小朋友这样细细小小的这样吃，他们的口就是会比较，有些小孩会不喜欢这样子的口感，是，所以我先把它尾巴去掉一下。芦笋我是很爱啦，我个人也蛮喜欢、嗯、对啊，不管多大包都给它吞掉、嗯、真的，对，而且芦笋叶酸含量很高哎，尤其是、嗯、所以孕妇穿孕妇吃很好，孕妇吃很好、哦哦、然后如果说正在准备怀孕，你已经有计划想要生小朋友、嗯、其实现在其实都建议在准备前就可以吃了，真的、哦、可以吃叶酸，想要生 小 baby 的准备的时候要多吃芦笋，对，嗯，所以我现在就是把这个红萝卜呢也稍微给它一条一条的，对，切大概，对，我们没有办法切那么细，先把它放下来好不好，所以我就大概切这样一条一条，因为等一下方便可以把它穿烫就对了、嗯、他喜欢红萝卜，他喜欢红萝卜，他说好香，那一个给你带回家好不好，一个给你带回家，你就拿起来吃啊！我小白兔不是拿起来就这样吃的吗？好，那我们大概切一下这样子，然后欧文，你可以知道哪一个是盐巴吗？你可以拿盐巴给我吗？盐巴，盐巴，哎，盐巴，这个是，这来，你用手指头试试看，这是什么？好，试一下这个是盐巴还是糖？甜的还是咸的？是糖还是盐巴？吃得出来，吃不出来吗？好，那你再慢慢吃一下。他想把它吃完，所以说这个呢，没有被吃到的人才是盐巴。你不要给小朋友吃太多糖啦。然后我稍微就是在这边加一下一汤一点点盐巴，因为让它的那个穿烫的过程，那个盐巴自然的在那个食材上。好。然后这边也是有切好的黄椒，是的 ，OK。然后我们就先把这些食材丢进来烫。对，然后那个欧文哥帮我数一下，20秒，来，现在开始，21、23、24、5、6、7、8、9、10。11、12、13、14，你看它那个香气，对，会飘出来。18、19、20，好了，20秒到了，你还有要烫别的吗？我关起来了。好，没有，就其实那个海带都泡过了。好的，那因为我们要保持它的颜色的翠绿度啊，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口感，所以我们会想要就是让它稍微哦，这样烫起来好漂亮哦，冰镇冰镇一下，要冰镇一下。那其实这一道料理也不是说太难了，嗯，因为我觉得今天知道是珍妮姐之后，我想说其实不需要用太难的料理，就该放好轻松，放好轻松。好，来哦，修跑一下，好，来修跑一下，我帮你照后面修跑一下。没关系哦，好，可以。你要处理别的吧？对，那因为呢，我刚刚已经有把一些，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做那个 sauce。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 sauce。好，然后我刚刚已经有稍微处理过了那个 sauce， 那我这边呢，我要准备的有高汤。好，所以我就会把高汤放进去。嗯，然后还有我们的主要食材就是这个海带。哦，然后把它丢进去。所以你那海带已经泡过了。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加一点香油。增加它的香气，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刚刚他们试吃的糖，是的，其实它综合它的味道啦，也不要太甜，赶出去了，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一直煮到它收干，它的汁收干为止，是，好，那我现在就其实我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再来把它
把刚刚我们煮过的东西，你帮我弄好的东西，嗯，我们就是开始把它。哎，其实寿司很简单啦，寿司你就用紫菜下去入菜，然后做那个寿司，对不对？没错。然后它用的那个调味料也很简单，对啊，这个把它放在这里，挡到我的。然后我们就用刚刚的，哦，先把它排一排。对，刚刚的东西还有这个。哦，哎，你要小剪刀吧？我可能需要一个剪刀，来。稍微好像寿司，好像寿司的，对，感觉像把它卷起来。你有没有闻到它的香味？有。你有没有很期待我这一道料理？有。好怕你说还好。有些小孩就会比较直白，他就会说还好。我其实好紧张。好，就把它绑起来。对，很像在绑一个花束哎。对，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把这里所有的食材。你知道，小孩要试一下吗？你会绑吗？别，我觉得你弄就好了。好，直接排。对，他好，那你帮我排一个。好，我也要排。好，那他们在排的同时，我先来问一下珍妮姐题目，然后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一起猜猜看，学学那个小知识、小常识。这题目就是：常年吃素的人可以透过紫菜摄取哪种通常肉类才会有的营养呢 ？A. 维生素 A. B. 维生素 B12 C. 胡萝卜素。都几类嘞？来，珍妮姐。常年吃素的人可以透过紫菜摄取哪种通常肉类才会有的营养呢 ？A. 维生素 A.B 维生素 B12 C 胡萝卜素，都几类嘞？来，珍妮姐，应该是 B 吧 ？B 哦，因为胡萝卜素是萝卜嘛，对，红萝卜。那因为红萝卜是素的，可以吃。是维生素 A 是一些蔬菜里面就会有，也会有，所以应该就是 B12。哦哟，珍妮姐不会做菜，但是她对小知识、小常识还是 OK。果然是火锅店老板娘哈。好。恭喜你答对咯，耶！所以真的是维生素 B12。对，而且这个题目的重点是常年如全素。我们大概发现，如果没有吃蛋奶素的朋友们，大概8年10年之后，发现如果你没有额外摄取一些，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紫菜的话，对，那 B12容易缺乏，而导致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有一些贫血啊，或者是比较容易疲劳啦。那是它，因为它跟造血有关，对。还有维生素 B12跟我们刚刚其实题目里面预防中风也有关。它其实本身它在预防中风的时候，其实包括跟叶酸啊、维生素 B12 啦，还有维生素 B6，其实它是一起的，所以它可以预防中风。所以其实很多吃素的朋友，他有可能会中风哦，因为吃太油了。是，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紫菜是很好的食材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吃素的人好像都吃很健康，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素食跟素菜其实都有什么钠含量或是油含量过高的问题。对对对，没错。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多补充紫菜啦。紫菜，如果真的是常年如素的朋友，全素的。好，哎，现在在做什么呢？哦，哎呦，已经绑好两个嘞。对，给大家看一下。而且这两位小孩真的欲罢不能呢。有没有？已经绑好两个了，很可爱。他们非常的热爱。小孩，我用剪刀剪，你们不要用手拔。对，小心。好，你让他这个绑完之后，我来看成品喽。对，没错。好长哦。对。然后呢？很像面，对不对？然后这个绑完之后，我们就是稍微。你喜欢吃面面？你喜欢吃面面哦？哎呀，不早讲，我应该煮面的。好，绑完之后，我们是就淋上刚刚的酱汁，对，就是把它摆在盘子上之后呢，我们就淋上刚刚的煮好的这个。踩在 sauce， 然后就完成了。好的，我们刚刚已经有在外面弄好一个成品，这个太美了吧？是不是？哒啦。这个我想吃哎，对，是不是看起来很厉害，而且感觉很健康，重点是，而且是不是缤纷呢？漂亮，而且重点是我最爱的芦笋很大一把哦，来，伊莉来帮我们分享营养成分。其实你知道这一道给小朋友吃啊，因为小朋友其实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吃蔬菜，对，但是今天 Vicky 姐她用了这个紫菜，她去取代勾芡，你有没有发现？因为紫菜其实她刚刚这样做那个对。
酱料起来，其实它会稠稠的，然后让小朋友在这个蔬菜它可以比较好入口，比较好滑口这样子。所以其实它这一道最主要就真的是紫菜帮了很大的忙。是的，对。所以它这一道的话是很好的蔬菜摄取，全部都是蔬菜的来源啊。然后另外它等于是摄取了大概有4种的蔬菜，而且不同颜色的。那叶酸很高，维生素 A 也很高，所以对护脑啦，还有提高抗氧化，还有就护眼都很有帮助。哦，了解，感觉营养满分呢。而且它不只是热的可以吃，我觉得它凉的也。也很好吃，但我觉得这一道珍妮姐应该不爱吃。对，因为它有绿色。对呀、啊，你不爱芦笋吗？芦笋超好吃的。不觉得它有个草味吗？感觉就好像一只羊在吃草，或一只牛在吃草的感觉。不会，芦笋那个芦味真的很好吃。对啊，很好吃。对，它有个芦味。芦味，吃了会很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珍妮姐，她可是拼了命的在练习这道料理，来看看她上什么好菜。接下来就换珍妮姐要煮这一道发财竹升卷，听说她练习很久，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食材有哪些。锵锵。好，发财竹升卷用的食材有竹升2条、紫菜5克、金针菇10克、丝瓜10克、香菇2朵、高汤20克、糖10克、盐3克、太白粉少许。好。那你要请两位小帮手帮你先帮我拿菜，你知道 Ella 跟 Eric。OK， 我们今天要拿紫菜、竹升跟丝瓜。你们知道什么叫、okay. 竹升？你知道？你知道什么是竹升？不知道啊。那竹升长什么样？那竹笋知道吗？竹笋知道。那竹升呢？是竹笋的朋友。反正你等下拿就是拿那个没看过的，对，你没看过，没看过都把它拿回来，没看过就把它拿回来，好，好不好？好，来，紫菜、竹笙跟丝瓜，紫菜有了，菜有了，丝瓜来，丝瓜，你让 Ella 拿丝瓜 ，Ella 你去拿丝瓜，哇 ，Ella 穿这个哦，好可爱哦，竹笙就够注意，竹笙没看过的，没看过，从来没看过的，真的耶，赶快回来，赶快回来。好棒！哎，这样子也可以蒙中，因为就是没看过，因为真的没看过那一坨东西呀、啊，就给它拿回来，对不对？紫菜、丝瓜，还有竹笙，还有竹笙。哎，竹笙长这样哦？对，这是干的，干的，干的竹笙，它要泡过，泡过才能用。我一直以为竹笙就是已经我们竹笙鸡汤里面那样。没有没有没有，像你刚刚说像这种，这是已经泡过了，这是还没泡过，所以你买来的时候通常是一包一包算的，对，就是买来就是这样子，干干的。就很像干货，对对对，干货很像是那种菜瓜布的一个洞一个洞。对对 ，OK， 好，那怎么做呢？好，那我们来，我们先把这个放过去。好，忘了吧，忘了怎么做了吧？我忘了怎么做，一样，我们就是有用紫菜，我们也是用紫菜来调味，调那个汤的那个汤头味道。那所以呢，我们先来。像这金针菇是我们今天要绑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的香菇跟丝瓜，这丝瓜是这样，然后其实就一样，因为要绑。等一下，珍妮姐啊，你紫菜是要先泡吗？有吗？紫菜也是先泡好了。哦，泡好了。对，这也是泡好的紫菜。哦、对对对，这都是泡好的。要泡哦。对，一定要泡，不然它干干的没办法。对，好。好，那我们一样就是把它就是切成条状。你刀工还可以耶。勉强，哎、欸，他都在厨房帮忙啊，开火锅店，开火锅店，没有人的时候我也是要进去做的，他都要在里面，他都要在里面帮忙，所以他就是担任二厨跟三厨的角色，他就是没办法煮东西啦，他可以切菜，其实他可以，我可以煮高汤 ，no， 他可以的，他就是懒。他就是故意，因为他觉得新友哥对啊，就已经有人会做了啊。哦，他是以退为进，对，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这样，你有人帮你做了，你何必去跟他抢嘞？去跟他抢，那我们自己不是就很累？你知道我在他身上学什么？你知道吗？什么？学偷懒，装傻。问题是你装傻，区哥会理你吗？就是人不能太聪明，对。然后我个性又太耿直了。所以我每次都你现在想想，你个性耿直，我个性不耿直就对了。他个性外星人吗？没有没有，他会装傻。对，我会啦。那但是我就不会啊，我就是不懂，我就是很直嘛，所以我常会得罪我自己的先生。哦，你就曲哥嘛。对啊，是的。好，那因为我们跟他不一样，就是我们不需要穿烫，我们等一下全部做完以后拿去电锅里把它蒸熟。你用蒸的，我用蒸的方式，对，所以蒸熟。可是我觉得两位妈妈其实都可以兼顾，因为一个是用蒸的，那一个。是其实用很清淡的口味，两个都是兼具，都是清淡。对，那我们也可以先做酱汁。那我们的酱汁就是一样，好不好？我们就先把这个高汤放进去。好的。然后放进高汤之后呢，一样海带也可以放进去。干嘛学我？这是紫菜。紫菜。哎哎，对。
然后呢？为什么要学我？学你什么？再放一点盐巴。放一点盐巴。目前为止都跟你一样。对，然后还有一点糖。一样哎。对，没有，他没有加糖啦。Vicky 姐有加糖。有。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煮到滚，稍微已经有在滚的时候，我们才放太白粉下去，少许让它有点勾芡的味道。对对对。所以你刚刚都在外面偷看哦。啊！我看偷看谁？我啊，是吗？哦，我也要加香油啦。对啦，我也香油也有学它啦。你们加的你们的sauce其实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其实差不多。但是有可能主食材啦，主要是差在主食材。对，那因为它的主食材是就是芦笋，对，那我们是用金针菇，然后香菇，有没有香菇？但是都是营养成分很高的，对，它是用各种不同的蔬菜，对，然后用丝瓜。然后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竹笙，竹笙一样把它绑在一起。哎，其实我蛮好奇，小朋友没看过，也没应该没吃过竹笙，搞不好决战的关键点，因为你们 sauce 其实都差不多，差不多。决战的关键点就是芦笋 PK 竹笙，对，对不对？对对。因为其实 sauce 差不多啊，是的。那你也在绑啊，对，我们也要把它绑起来，因为绑起来才能去蒸，对，蒸它，因为这样子就这样，对呀，好不好？给镜头看一下，所以这样才是竞争激烈，因为他根本搞不清楚小孩到底很像，对，一定要长得差不多，一定要跟他做的差不多，等一下小孩才会知道说到底谁才是好吃，会不会最后都选不出来，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啊？有也有可能。那现在这样弄好以后，我们就要去把它蒸熟，好，放到电锅去蒸，电锅也去蒸熟。然后这就是我们蒸熟出来的成品，就把酱汁淋上去就可以了，我们这道菜就好了。这样就完成了，对，没错，哎，这样就完成了，就完成了。我想吃，对不对？唯一的差别是你们两个颜色差很多。当然，我那个绿色不好看。我们这样淡淡的绿就好了。OK， 那我们当然要来考 Vicky 姐一道题目，看你会不会答对。因为刚刚那个曾丽姐有答对了，来。竹笙是常常被检验出残留亚硫酸盐的年货，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A 用漂白剂漂白 ，B 残存农药变质 ，C 保存方式错误。竹笙是常常被检验出残留亚硫酸盐的年货，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A 用漂白剂漂白 ，B 残存农药变质 ，C 保存方式错误。这题对你来讲简单到爆，简单到爆，因为每一次到过年的时候要办年货的时候，都会新闻都会有这个答案，就是 A， 对，用漂白剂漂白，是因为每年到了要检验年货的时候，一大堆干货都是漂白剂，对，就很危险，真的，恭喜大家答对了。所以竹笙真的很容易被验出，就是漂白剂用过多。对，所以其实竹笙在买的时候啊，你可能闻它的味道，闻味道，闻味道其实可以闻得到。如果像刚拿的那个干的有没有？你一闻它，如果漂白剂有加的话，它其实会容易有一些像药水味的刺鼻味。我来闻闻看。对，珍妮姐，那给我。我来闻闻看。你可以闻闻看。闻一下珍妮姐的食材安不安全？我闻不出来哎，那闻不出来就是没有啊，它就是没有，你一定要闻出来吗？没有，它就没有啊，没有，它没有。我的食材很安全的，有一种怪味，它没有刺鼻的药水味，但是它有一种很就是那一种像菇类还是什么的一种，不是菌类的酸酸的，应该是香气啦。那如果是，可是因为我没闻过那种味道，对。他照道理说，如果有加二氧化硫下去漂白的话，第一个会有一点类似像刺鼻味、药水味，会呛呛的。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有的它会比较白，所以通常我们竹笙应该要选比较黄一点的，不是那种完全白的，因为它漂白嘛，就变得很白。那消费者喜欢白的、漂亮的，所以其实它应该不要选太白的。哦，对，所以很多年节的金针菇也是这样，金针菇也很多。然后豆芽菜不是本来就是白的吗？也没有太白的，也不对，像黄豆芽也会啊。对，黄豆芽人家会去漂白，所以你看到。约白的豆芽尽量不要吃，可是金针菇每次放在那边就是感觉真空包装一包一包就是超级白的啊。没有，有一种是超级非常白非常白的，有就是偏乳白的，那其实可以稍微分辨一下。哦，了解。那还有就是通常前阵子的新闻是那个姜丝，对，姜丝也被漂白，是，对，姜丝很可怕，对，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啦。前两天一个新闻才可怕，说那个牛肉面里面加的那个酸菜也是被漂白，而且超标哦，42倍。它的漂白剂
按照正常的那个逻辑，已经超标42倍，太可怕！哎，这些业者，你们是不是真的要安好心一点啊？所以其实它有几个破解方法了。第一个当然就是刚挑的闻味道，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有时候买的时候它是可能包装好的，你没办法闻味道，对，怎么办？那你买回来之后呢？第一个，你可能在煮的过程里面，像刚我们在 Vicky 姐在烫的过程，就不要加盖。哦，你是说不要盖盖子，不要盖盖子，因为二氧化硫它可能其实可以在煮的过程里面它就挥发掉，所以其实也不要加盖，然后要开那个抽油烟机这样子，对，那其实这是一个方法。如果因为有的是包装好，你没办法现场去闻它。第三个就是说，其实还是要买有那个有公司品牌的名字的、有电话的这种，不要买那种散包的。可是迪化街很多都嘛是散包，所以其实如果要买散包，真的要去闻它。了解，你看像我们这种是比较有一点黄黄的这种。就是比较好的竹笙啦、就没有用漂白。你看那种很白的，就尽量不要。其实太多吃了太多这种漂白的啊，有时候小朋友会有一些气喘或皮肤发痒的状况产生。对，所以其实太多二氧化硫会诱发气喘。好，所以呢，这两道料理目前都已经完成了，我觉得。我不知道小朋友分辨得出来，分辨不出来了。那我们等一下就跟他讲说，这个是颜色比较缤纷的，那个是颜色比较暗淡的。暗淡，颜色缤纷的 PK 雪白白的，对对对，颜色白白的。主持人现在是有在偏颇，是不是？哦，对啊，主持人好像很开心啦，因为我很怕你输了会那边摔东西。我心里是蛮开心的。好，不会摔东西，我只是不会再相信小孩。你情绪稳定一点，刚刚吃糖了。好，接着下来呢，我们曾丽姐 PK Vicky 姐，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芦笋 PK 竹笙的一个战争。曾丽姐是发财竹笙犬，要 PK Vicky 姐的缤纷紫菜，到底谁会获胜呢？待会揭晓。马上就要到了 PK 评审的时间，那因为那个曾丽姐这道料理听说味道稍微比较淡一些些，所以我们就先吃曾丽姐的，以免吃完 Vicky 姐之后，她不想让小孩的太咸。对啦，就是健康嘛，好不好？好，先吃这个小小碗的这个，开动。哇塞，你看一下，观察一下，你们是饿了这些小孩饿多久？我们通常来录影都不准吃东西，好吃吗？哇，好乖哦，这些小孩好乖哦，都吃光光哎。没有，因为他们喜欢吃那个什么香菇啦。以后我来就发这四个，好不好？心情很好的。对，看他们吃东西都很好吃哎。吃完了，好吃吗？乐乐好吃吗？哎呦，乐乐哇！他们都好乖，全部都吃完哎。对，真的哎，他好认真吃哎，乐乐好认真吃。你们是关这小孩关3天3夜没养到一点？来的时候先关了一个小房间，不准吃东西，不准吃任何东西。然后等到一人做好之后再放出来吃，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吃下一道好不好？好吃这个好不好？吃这个有绿，还有你最喜欢的红萝卜的那个，好不好？你最喜欢红萝卜，对不对？好啊啊啊！好，其实我觉得都看不出来。对啊，每一个都吃光光。对啊，那个欧文好吃吗？都好吃吗？两个都很好吃啊，好好吃哦。Ella，两个都好吃吗？这都好吃。哇，这四个真的不错，真的好乖哦，令人心情好。对，如果我们养到这种小孩，妈妈好，妈妈不管做什么东西，很有成就感，又不挑食，你看什么都吃哎。对啊。我们来这边的小孩就是不能挑食。真的，对，就是你好好，你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话，那怎么进行？好乖，很乖，很乖耶！乐乐，你是不是把最喜欢的红萝卜留在最后吃？红萝卜，好，红萝卜啊，红萝卜，好。他好可爱，真的把最喜欢的留到最后。他真的把红萝卜留在最后，好，舍不得吃，全部都吃完了，那我们要来投票喽，好不好？那投票之前，以你来预测。我觉得这两道菜很像，而且都很好吃。说实在的，因为我觉得，因为主要是曾丽姐煮的这一道，它的竹笙真的会吸那个味道。对。然后它的紫菜其实吃进去，其实它因为紫菜本身有一点咸味，说实在的，所以其实也不用放太重的那个盐。而且小朋友其实3岁之前，它的味道都是妈妈定的。对。所以我觉得，对，三岁之前味道都是妈妈定，所以3岁之前的饮食习惯定了就定了，就差不多了。除非说你长大之后又大的改变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曾丽姐这道可以学起来，小朋友吃其实。它口味很清爽，而且它的那个汤汁其实有吸饱满这样子。然后另外呢 ，Vicky 姐这一道呢，它味道很足够。如果喜欢吃芦笋的朋友，其实它的芦笋的甜味有出来。哎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听到我想吃。虽然不
不丢席，它比较瘦小，但是它还是有它的甜度。对，所以我觉得会平手哎、欸。你觉得会平手？嗯，因为我觉得两个味道都好。OK， 好，马上要来投票。哎、欸，你分得出来吗？左边是那个有红萝卜的，对不对？还有绿色竹笋，然后右边是那个有脆脆口感的白色的，然后有香菇的。好好，请投票。好好，请投票。哦，哎呦 ，Vicky 姐有没有很开心？爱你，爱你。好，来，那我们换一个小女生好了，来换 Ella。Ella 来。好，你知不知道？你分得出来吗？分得出来，分得出来。那你知道该投谁了哈？不要管阿姨们说什么，好不好？你投你自己喜欢的。好好，请投票。哇，你好棒哦！目前一比一哦。好，来，那那个换 Eric。哇，好紧张哦！说不在乎，其实内心很。好 ，Eric 来，那个绿色的里面是有红萝卜的，是你比较后来吃的，那比较先吃的是里面有香菇的，好不好？好，请投票。对不起姐，哇，这小孩叫的真好。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因为乐乐很喜欢吃红萝卜，我再也不相信小孩了。好，也说一个坚持的铁票。不是因为他很爱红萝卜啊，从刚刚你在做料理的时候，他就一直拿了红萝卜在玩啊。他如果不投给你，那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刚刚有吃曾丽姐的糖果，好像是哦。到底小孩会不会被糖果收买，或者是说他会把红投给红萝卜一票？我不知道哦。那个乐乐，乐乐，你知道有红萝卜的是哪一个吗？那个对不对？啊，右边的没有红萝卜的哦。啊，你投你自己喜歡。可是右边这个有糖果。欸、你看他的脸，你不要拿糖果诱惑小孩了。对啦，公然收买小孩，怎么可以这样收买小孩？要让他认真的思考。完了，他在思考、欸，他在思考、欸，哎，他一直看着珍妮姐啦。好，红左边有红萝卜、哦，开始头晕了，好不好？然后右边是可能会有糖果，我不知道。好，那去投票喽，可以吗？乐乐，你选你想吃的，你不要看他们，你选你想吃的，你不要看他们，你看这边，你看这边，想吃糖果，好，我想吃糖果，你不要想，不要想糖果的事情，没有听到，好，好，来投票。哦，他还是忠于红萝卜，他还是凭良心，他还把那个整理好，还帮你排好，你好棒，来，你真的很棒，回来坐好，哎。Vicky 姐，你终于可以摆脱败嘞！真的，但是平手我也有一点啊。哎，平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算了，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两道菜真的太像了，太像了，太像。对，味道调味的太像。但是就像伊里所说的，因为这两道料理都是很好吃的，所以如果紫菜的话，妈妈不要只有在煮紫菜蛋花。而且我觉得真的不难嘞，蛮简单的。然后我觉得小孩，而且可以跟小孩一起做，大家一起拍。然后营养成分又都很高，对啊，因为不同的蔬菜组合。好，我要来试吃一下那个芦笋的东西啊，因为我刚刚有吃过那个，我刚有吃过竹笋了，我来试试看好了，来哦。对啊，你不是最爱芦笋？我超爱芦笋的啊，不如我来试试看这个，来喽来喽。哦，你好赞啊！而且我敢吃红萝卜，还有芦笋绿色。对啊，对，你真的好厉害。而且我觉得我这道菜会比较。那个口感上面会比较有层次，没有，他这道菜感觉就是一个在吃草的感觉。我把票，哎，有那个娃娃吗？没娃娃对不对？为了要分出胜负，我绝对把票投给你，是不是？虽然我非常爱竹笋，但是我觉得 Vicky 姐那个料理的那个。颜色，还有颜色弄得很，然后重点是它的那个味道全部都吸进去。对，因为我原本以为那个芦笋在你那么短的时间在那边煮的情况之下，应该味道进不去，但没想到它所有的芦笋都包覆了味道。但珍妮姐那道，我会觉得，如果以大人的口感跟看起来的感觉的话，我会觉得你少了一个颜色。对，对不对？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把金针菇换成干的。干的金针哦，对，因为它就是黄色，就金针花的那种金针，对，金针花的那个金针。OK， 所以呢，我在这边正式宣布，因为多加了我一票，Vicky姐获胜。我也是小。
间，你要先打小孩。我最喜欢你了。没有，因为我怕说你输给这个不会做菜，你会觉得出不去。其实刚刚是有一度在有点受伤，是不是？但不要这样子啦，因为小朋友其实就是他们是凭自己的口感，对不对？所以呢，爸妈可以自己在家里学学做这个紫菜的料理，其实两道料理都非常好吃哦。今天谢谢两位来宾，谢谢谢谢营养师，谢谢各位小朋友，就是娱乐，我们下次见喽，拜拜。